就很棒。开始了，兄弟们，来吧，斗地主吧，让你们今天就瞧一瞧我如何将这个40000的豆子变成400000，好吧？哈！超级加倍啊！不加倍，超级加倍，三代一，炸你！这个二还是留一手吧，因为我感觉晚上我这里还可以三代一一个，到时候留一个二去压别人呗。这五就没啥用了，我打的没毛病嘛？炸弹！打的没啥毛病吧，兄弟们 ？Pass。先出一张二。二。看他们有没有王炸，肯定有王炸，这人绝对有王炸，所以他就没有牌，他就只能炸。他炸了的话，他就少了炸，他就出不了牌，他就过不了牌，所以他就会选择不炸。不要，三带一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出三带一，然后我队友就会炸，哎，然后我再留个炸在手里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懂了吗，兄弟们？王炸，过 pass， 你能跑？飞机，哎，不是这个人，他太离谱了！叫地主，我一万豆子没了，这个人骗我，他骗我，我要不起，你给我干嘛？我只能炸他了，我炸了炸弹。炸弹过 pass， 我队友都不出牌。飞机，你妈，这是个什么呀？我队友一个炸都没有啊。 later， 炸弹，王炸 Q 炸，队友可能手里还有个 Q 炸。别出啊，你现在肯定别出啊。王炸，你八张牌能走，你八张牌能走，我队友身体还有一个炸，你八张牌能走，不要让他走。飞机，那我走。三个带一对，三个带一对，三带一对，压死，不要压死，炸弹过。如果现在炸的话，我这两张牌就没办法走了，不能炸。pass， 飞机。